大家好，我是爱原神，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原神活动攻略。龙龙城堡大喵显团团灰的 IG 是赛博撸猫活动地点，猫不知道和猫猫玩耍。原神 4.5 活动攻略和龙龙城堡大喵显阿呆的奇幻乐园赛博撸猫猫不知和猫猫玩耍。原神 4.5 活动攻略，看有些人说不知道活动地点在哪，各有这里跑一下。来，从这个房子进去。迷你王 Zenny 过 Drake 了，需要先做自动接取的任务。来到三号光点，布置摆设顺序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然后投喂，最后玩耍。团团灰能摸的是面部、上身、尾巴。双闸。几个地方来回摸，把好感凑到亲密无间。亲密无间之后，多了后背可以摸。又和一只小猫形影不离啦。啊，A few moments later. 今天的布置地点在左边的门里。第一排第一个，第二排第二个，第三排第一个，第四排第三个，第五排第三个。玩耍环节，摸阿呆的双耳。上身、尾巴、循环摸，一直到亲密无间。到达亲密无间之后，多了后爪可以摸。第四只猫猫也形影不离了。可以跟菲希尔对话，大家自己看吧。